有效日期没有了。是吗？你看。我查过了，没有标签的美白霜全都出现在香港区的门市，好像是香港区货仓出事，那边的货仓主管叫陈球，在美时代工作了30几年。送货不用公司车，有古怪。这次还不人赃并获，这些双白您。